中方真是同泰国王室的通欢意见。我们相信，帕公主此次向朝鲜无论在任何时候进行核试验都是错误，都违反了安理会的决议，违背了国际社会的普遍意愿。中方都将予以坚决反对。刚才我已经说了，中国外交部已经向朝鲜驻华使馆的负责人提出了严正交涉。Thank you. From Reuters, following North Korea's